觉得电脑椅就是要符合人体工学。我觉得电脑椅就是要舒适宽敞。我要的是一张不会腰酸背痛的电脑椅。我认为电脑椅是需要透气舒适的。我想要一张电脑椅，它可以自由调整高度。大家好，现在由我来为您介绍，它是雅收音欢迎的。首先打开电脑椅包装，把箱子里面所有的零件拿出来分类排好，再拿起说明书核对配件是否都有齐全。将五个活动轮依序压入烤漆尼龙脚架上，将气压棒安装至烤漆尼龙脚架中央圆孔内。先取出11号底盘螺丝与12号底盘螺丝，还有安装所需要的工具六角扳手。先将金属底座放置在椅垫上，把11号螺丝与12号螺丝使用六角扳手锁紧。取出扶手螺丝，还有两侧扶手，把两侧的扶手用扶手螺丝锁在椅垫上。取出背架螺丝及椅背，将椅背插入金属底盘，用背架螺丝把椅背固定在金属底盘上。取出铁垫片、头枕孔塞、头枕螺丝、头枕盖、弹簧、手轮、头枕，将头枕放置沟槽，盖上头枕盖，放入垫片后，用头枕螺丝锁紧，再盖上头枕孔塞，把弹簧放入头枕和椅背之间，再把手轮转入即可。将气压棒
置入金属底盘预留孔之内，即可完成全部组装。组装乔治亚高级厨房椅就是这么简单，相信您也可以做得到。这张椅子符合我的需求。这张椅子符合我的需求。这就是我要的椅子。不微笑都别烦恼，要的是交给特礼物。